十一岁简佩恩消失三年或外模样曝光，他松口退出本土剧，就是这点让他无法承受，难怪要转换跑道。四十一岁简佩恩消失三年或外模样曝光，他松口退出本土剧，就是这点让他无法承受，难怪要转换跑道。有常在看本土剧、偶像剧的朋友一定对他不陌生。简佩恩曾演出多部超红的八点档大戏，《牵手》《天下女人心》等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，但后来在这两三年他已经渐渐消失在荧光幕前了。现在的他去了哪里呢？原来这些年他将事业重心慢慢移往副业，他透露由于八点档工作量大，所以导致他经期不规律，甚至还得定期追踪血管瘤。对已经拍戏长达十年的他来说，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。现在的他除了投资外，最近更考上政大 Amber， 准备回去当学生。虽然今年已经四十一岁的他仿佛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半点痕迹，不但依旧保持冻龄美肌，连身材也越来越火辣，但他坦言能有火辣的身材，大概是因为好友林伟君都天天拉住他去上瑜伽课。他笑说，收入虽然没有拍戏时候好，但透过这些时间可以规划自己，踏出舒适圈，生活非常充实。而他也说，如果未来有好的角色，他仍然会回去拍戏，只不过不会再以拍戏为主业了。天啊，还是一样漂亮，期待有天能在荧光幕前再次看到他精湛的演出。赶紧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他目前的现况吧。